52岁王林和外国帅哥餐厅跳舞，穿紧身裙曲线完美，搂肩下腰好亲密。近日，雪姨王林在社交平台晒出与外国男子一同在餐厅跳舞的视频，视频中她与男子在餐厅搭肩握手跳探戈，两人配合超默契。据悉，王林今年已经52岁了，但状态依然十分年轻。从跳舞的视频中可以看出，她的身材凹凸有致，管理得非常好。在生日当天晒出的美照，大红唇配上黑长直发，看起来还是那个又飒又酷的王林姐姐。王林的日常除了跳舞之外，还会打一打手游。今年七月，她就参加了电竞实训类的节目《战至巅峰》。在节目中，她虽然身为年龄最大的电竞新人，但操作上完全不输这些年轻人。最终，她所在的战队获得《战至巅峰》总决赛冠军。而除了玩游戏、跳跳舞，王林对待感情态度也十分积极。去年，单身的她还参加了恋爱综艺，在儿子的鼓励下大胆寻爱，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如人意，但王林表示还是相信爱情。希望王林能够早日找到真爱，收获自己的幸福，也期待她能一直跳下去，未来在节目中看到她的精彩表现。